大家好，欢迎来到瑞士日志。Hello， 因为我今天不要上班，我今天没有小孩，所以呢，我们带你们去瑞士最小的，而且最传统的州阿奔泽尔。阿奔泽尔呀，对的，你们跟我们来一起玩吧。这阿奔泽尔，即便对于瑞士人也是非常特别的。它和它的两块飞地是瑞士最保守的州。在瑞士26个州里最后一个赋予妇女选举权，各种淡口重口的奶酪是瑞士人的最爱之一。在秋天，还有肥美的牛羊结束了山中狂吃青草的日子，人们欢迎他们下山回家的仪式。赶牛赶羊人穿上传统服饰，走着春风得意的步伐，绝对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加上各种色彩鲜艳的小清新房子，构成了阿奔泽尔特有的风景线。还有传统的手工匠人，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迁，他们的专注一如祖先。营销不营销并不重要，只要生活好，他们有他们的小傲娇。当然还有吸引人的自然风光，比如 Santis 在冬日晴空里让人以为误入天上人间。在这里，阿奔泽尔不仅指人，还指这里的狗、公鸡、山羊，甚至是它的传统歌谣 Yotle， 全部都叫阿奔泽尔，可谓人畜一家亲，共享一个名，大家共建群起把 Yotle 名。既然它那么特别，那就和我们来走一遭吧。然后也很特别，因为不是一个博物馆，人们还是在那边才上班，所以你们可以看怎么做的，来吧。然后这里就是 Kunstkiserei 的一个地方，就是 Sibi 来做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问他一些问题。以前有中国人来到这里，然后自己做那个 Fondue Garden， 他们觉得很好玩。对，所以如果在这边也可以说英语，不要说对英语也是可以的，对，可以在这里。Und wie lange brauchen wir so eine Gabel zum Machen, zum Gießen? 2,5 Stunden. Ah, okay. Also kommt ein bisschen darauf an, wie viele Leute, aber am Schluss gibt es noch ein Apero und dann hocken die Leute zusammen. Und dann ist es wirklich zu mir gekommen und hey, giga! Und es ist so herzig. 他刚刚跟我们说了，就有一个中国人，他就来到这边就说：“哎呀，我喝了那么多啤酒，那个啤酒就太多了，我真的喝醉了，我不习惯喝这样的啤酒。啊”所以你们要注意啊，不要喝太多了。悬崖餐厅 ，Action！那个 Ashen 呢，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记得我3年前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们跟我说，哎，瑞士现在有一个地方在那边，不能拍照片对吗？然后呢，就是那个 Ash 他们说话的，就是也可以拍照片，但是不可以做那个怎么说呢？无人机，对，这个是无人机在这里不能飞，是吗？对，乌龙站的里面那个小房子，哇，里面好多。好多这样的那个，好多鸟在飞。我发现今天天气太好了，很多人都去了爬山，然后去了 Ashes 那边吃饭，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就要去 Sealpsee， 在湖边，在这边就吃饭。那边那个 Sealpsee 已经能看到了，对，就在悬崖餐厅的斜对面。对的，所以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是5分钟走路，然后就可以到。要牵好你的小孩子。
Aus die Alps sind wir jetzt können wir essen了 Appenzell Zeit. 那边有一个小的 Käserei. 我们待会儿要去那边就买一点点奶酪，然后可以在家里吃。对，有那个 Appenzell 的感觉。这个 Forelle 刚刚是从湖里捞起来的，很新鲜。哦，你吃什么呢？你很喜欢吃鱼，我觉得。对，是一直都吃鱼。吃鱼的人很聪明，我们就说。好吧，可能我是一个 exception 吧。Zintwurst Appenzell 的特产是他们的香肠之一。所以呢，我们到最上季 Appenzell 的奶酪的地方啦。对，我们要去看看里面的。刚刚吃完了。你又饿了吗？饿了。Sehr schön. Ja, etwas Kräftiges. Kräftig 就是那个味道很重的，因为它有不同的香料。耶，danke. 12,5. Das ist gut. Hast du auch noch etwas, was noch ein bisschen rezenter ist? Ganz ein rezenter, ganz ein kräftiger ist da. Genau.Ich nehme, glaube ich, gerne von dem sehr rezenten. Sehr rezenten. Ja. Ja. Apfel, du. 你想要不要给大家来一段摇滚呢？ Appenzell, Appenzell, 我们玩得很快乐。但是呢，现在就要说拜拜拜拜，下次见，拜拜。